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。平安。大家好，我叫桑尼，中文叫刘雨林。今天我带来我的见证。我在新西兰之前一直是个无神论者，在国内的时候，我一直都没有听说过任何关于上帝和神之类的话题。当然，我也一直都不相信这些。就在我2016年刚来新西兰的时候，我听说了一些关于基督教的知识，但是我还是不相信有神的存在。对我来说，这些大概只是谬论吧。就在来了新西兰2个月之后，我听说了这个教会，并且参与了周五的中文小组。也就是那个时候，我开始接触了基督教，也知道了原来还有圣经这本书。后来我跟着中文组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参加每周五的查经，令我印象很深的是一句话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这句话好像就打动了我一样，我突然间就觉得说的很有道理，让我更加的想要去读圣经，去多了解一些基督教。就在2017年，我在高中的音乐课程有一个作曲 assessment， 那是我 NCEA 音乐课程的第一个 assessment。 我很重视这个作业，也很希望我能在这个作业中取得一个高分。然而在这个过程中，作曲软件一直出了很多问题，不是它自身内部出了问题，就是自己找的其他软件不可用。那时候我挺着急的，眼看着作业就快截止日期了，但是我却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那一阵子我每天晚上都在向神祷告，尽管我知道无论是否能通过都是他的旨意，但我还是求助他能够引领我，让我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。就在几天之后，神应允我找到了另一个作曲软件，并且也很成功且顺利地上交了我的作业。在最后我也得到了一个很不错的分数，这让我特别开心也特别感恩。通过这件事情，我开始相信有神的存在，我相信一定是他在引领我，一定是他的恩典与我同在。在信主之后，我也更加的愿意去读圣经，去主动的向神祷告。每次祷告之后，我好像都充满了力量，对待身边的事情，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都更有信心。我也发现我在信主之后，我自身也有了些改变。我懂得了我不能轻易的去评价评判别人，因为每个人在上帝眼中都是平等的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。所以我们要对每一个人都以一个友善的态度，就像圣经里所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邻居。我也觉得我变得更加的平和。在信主之前，我的脾气很不好，经常对着周围的人乱发脾气，但是现在我个人觉得我没有再那么暴躁，也更愿意在日常生活中去帮助别人。包括我今天能有信心站在这里决定洗礼，我也相信是神拣选了我，赐予了我信心。在来新西兰的这几年，我遇到了很多感恩的人和感恩的事情。有些事情我经历的也要比别人更幸运。我也相信这一路上都是神在看顾我，引领我，用他的方式来告诉我他的计划和旨意。不管是经历了什么事情，我好像变得更加坚定，因为我相信神会以他的方式给我回应，我相信他会一直与我同在。我知道我自身还有很多缺点，还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。我也知道未来的路不会一帆风顺，会遇到很多的事情，很多风波。但是我不害怕，我相信通过倚靠神，不断的祷告，以及不断的自我改变，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。因为我相信他的恩典一直都在，一直直到永远。以上是我的见证，谢谢大家，感谢。刘雨林姐妹的分享，她的见证，我请彭琪佳姐妹来为她祷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一起为刘雨林姐妹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为刘雨林姐妹向你献上感恩。主啊，我们
有这样一位可爱的姐妹在我们的青年团契里，在我们的中文查经小组里。主啊，我们在过去的三四年的时间里，我们见证了彼此的成长。主啊，也感谢你在你一路的带领，他在智慧和身量上都有成长。主，我们特别的感谢你在他生命中满满的恩典，为他的父母，为他的家庭向你献上感恩，也为他在新西兰的寄宿家庭向你献上感恩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是有这样的一个家庭，有这样家庭的 homestay 爸爸妈妈和可爱的弟弟妹妹，让他在这个远在他乡学习可以有一个温暖的家。主啊，我们也感谢你在这个青年团契里不断的有哥哥姐姐来帮助他，来在他不断渴求你的话语，渴求在圣经上，在你的真道上可以更多了解的时候，他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查经团契，他可以发问，他可以自由的分享，他也可以在这个游戏中有很多的参与，来享受这个基督家庭团契。主啊，我们也向你献上感恩，他有这样美好的音乐的恩赐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为他的生活，你为他的学习，你为他将来的一生都已经有了丰丰富富的这个计划和安排。主啊，我们求你不断的帮助他，让他可以努力的在音乐上有所长进，在他的学习上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他这样努力去做，这样努力去学习去成长，为的是荣耀你。主啊，我们也把他接下来高中剩下的这个不长的一段时间放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求你在他大学的道路上可以继续的带领他，无论他在怎样的学习环境中，在怎样的人群当中，他都可以做盐做光。主啊，我们也继续的在祷告中与他一起成长。主啊，再一次的感谢你，也求你在他这个新的生命中也给他很多的保守和看护，让他在团契里也可以更多的去参与服事。主啊，我们以上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